这首《潇湘水云》应该啊是轻微淡远，奔放浑厚，借意抒发对故国的思念情怀。你这么一弹呐，凄凄凉凉的，如泣如诉。可见你对春霞的死啊还不能忘怀。爹，春霞及死的不清不楚，我们明明知道叶家有嫌疑，却拿他没办法。 我想不通，你年纪还小，你要知道，人这一辈子啊，有太多的事情是想不通的。爹，难道我们就不能设法找出证据，将叶振山绳之以法吗？绳之以法，<笑>傻孩子，所谓王法，是给那些没有本事的人束缚手脚用的。 这个叶振山横行霸道了一辈子，他想除掉谁，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他眼里根本就没有王法。爹，可是姐姐和徐律师他们一直都说，法律代表着公正，代表着黑白分明。哎呀，说的容易，他们一说，你们这小孩子就相信了。爹，人家不是小孩子了，过了年就满18了。哦，对呀。 那是大姑娘的，很快呀，这心里边就有中医的人，就会忘了爹了啊！<笑>哪有？爹，你说什么呢？人家听不懂。<笑>老爷，老爷，叶家派人送了个半匣，打开看看。是。哦，是张请帖。请帖。嗯。这个叶振山。 葫芦里要卖什么药啊？腊月23，请我们全家去吃饭。这过小年的，不让我们好好过啊？老爷，您忘了，叶八爷的寿诞好像就在腊月23。做寿？哎，可里边没写啊。爹，我不去。春霞姐死的不明不白，肯定跟他们叶家脱不了干系。 可是写的很清楚，也请了你和你娘啊。如果不去的话，不合礼数。我们都去，我倒要看看，他想玩什么花样。八爷，少爷，请。请。哎呀。 今天呢，我过个小生日，不想惊动外头了，上爷不是外人，所以把上爷全家都请过来坐坐。我知道，大侄女喜宝是最喜欢看把戏了。上次在戏院，其实鬼王的把戏很精彩的，可惜半路上被一个杀手搅了局。今天好了，我把那鬼王班子全都请到了府上，让他好好给咱们表演几个。 啊，好啊，八爷真是有心呐。其实这个冬天呢，常待在家里也实在无聊。嗯，今天呢，这个消遣好啊。哎，对了，玉鹏呢？稍后就到。诸位。 哦，好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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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哎呀，好啊，唱的真好啊。哎呦，这不是叶家公子吗？是、哎呦。都说叶家公子有才，诗书画三绝，真没想到这琴弹的也这么好啊。哎，各位，今日家府寿宴，适才为喜宝小姐朗诵古诗一首，正此佳节良宵。老爷，这个叶雨鹏惦记上喜宝了。女儿长大了，这种事是难免的嘛。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喜宝，请收下这枝花吧。你看，老爷，我可不想让女儿嫁到他们家。他们家杀气太重，封人。哎呀，叶玉鹏，你这是想打喜宝的主意啊？哦，我喜欢喜宝小姐，我要娶她。你也想娶喜宝？你配？你有病啊，尚一涵！一涵，别闹事。玉鹏，坐下。我今天还就不坐下了，我非要把这事儿说清楚。我告诉你，我还非喜宝不娶了。你想娶喜宝是吧？嗯，我叫你娶。我老爷。哎呀，上爷啊，你看看有女百家求，他行不行？他不能打人呐！年轻人火气旺，我拦也拦不住。啊，上爷，你还不
本想借寿宴之喜气替犬子向令爱求亲，可没想到话说到一半就被小上爷给挡住了。小上爷，令妹的终身大事令尊令堂都在那，还轮不到你强出头吧？八爷，令公子在日租界几个堂子里都有相好的，并且我告诉你，他在菊街花重金买了一座小洋楼，里边装着一个十八岁的白娥舞女。叶玉鹏，就像你这样行走红尘处处留情的家伙，你有什么资格娶喜宝？小上爷，胡说呢吧，我儿子在外面只和画友诗友相聚，风花雪月是有的，要说豢养外宠这种荒唐事，我谅他做不出来。八爷你不信是吧？你问他。叶玉鹏，你花天酒地沾花惹草，走在大街上问谁谁不知道，今天你有种在你爹面前就别说谎，说。吟风弄月那是寻常事情，野草闲花那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但我对喜宝小姐的爱那是刻骨铭心的，你懂吗？像你这种粗人想必你也不能明白。我是粗人啊？你是读书人？你凭借斯文之名风流，你在我眼里就是下流，你知道吗？你懂什么叫刻骨铭心吗？好了，八爷啊，上爷，儿子们在外面做的荒唐事，我们做父亲的总是最后一个知道。不错，我女儿喜宝啊，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可毕竟呢，她年纪还小，我老了，我希望她能够多陪我两年，然后再风风光光地把她嫁出去。啊，这件事啊，咱们以后再说吧。但是八爷的美意我心领了。啊。雨涵，你今天太失礼了，赶紧赔罪。快。八爷，叶夫人，一海无礼了，在这里赔罪了。老爷，回去别再骂叶海了。今天要不是他出来搅局，那个叶八爷跟你套近乎求情，恐怕你还不知道怎么回绝呢。
那个叶真山想得倒美，他也不想想，他跟冯家联姻，那档子事才过去多久啊？害得人家家破人亡，还单是个女儿，咱们可不能跟这种人家结亲家。我说你也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一点城府都没有？今天晚上，就算易海他不出手，我也绝对不会让喜宝嫁到他们叶家。那个叶真山，空有一身霸气，一点远见都没有。都什么事了，暗地里还抢着复辟，一天到晚想什么大清天下，这种人早晚会出事的。怪不得刚才在宴席上，我跟你说，你还不搭理我，原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哎，小文，老爷，回去叫厨房炖点参汤。哎呀，你还出了力气给他补一补啊。是，老爷您放心，炖好了我亲自给少爷送过去。好。哥，你受伤没啊？没有。让我看看，看看你受伤没。哎，真受伤了。我没受伤。哥，嗯，还好你今天没受伤，要是真受伤了，我跟爹得多担心你啊。担心什么？叶雨鹏那就是个笨蛋，我能打死。嗯，我脾气开开，这还差不多。哥，你听我说，你今天确实是有点过分了。我们毕竟是在叶家吃饭，以后传的街坊四邻都知道了，以为我们上家人多凶呢，谁还敢娶我？没人娶你好啊！你想，在家里我跟爹多宠你啊。看来你跟爹真是太宠我了，我都要变成老姑娘喽。喜宝，这个世界上别人谁也配不起你，让我宠爱你一辈子，千万千万别离开我。老爷，咱这可是热脸往人家冷屁股上贴，这传出去，求亲不随，还被人家娘家哥哥痛打一顿，多丢人呐！算了，埋怨什么呀？还不是因为咱们自己的儿子不争气，把祖宗上那点英武忠良的气节全都给糟蹋光了。还不回屋去，想想你这几年在外头都干了哪些荒唐事儿。哎呀，儿子，玉鹏。哎哎，老爷，戏法班的红包都发了吗？老爷您放心，红包啊我都封得厚厚的，我特别嘱咐过了，今天晚上的事儿啊别到外面瞎说。嗯。哎。哼，真是无心插柳啊。虽说我儿子的婚事黄了，可却让我在这滩浑水中摸出了一条大鱼。Thank you.
看来真是18年前的小鬼儿阴魂不散呐、啊。小少爷，请。八爷，这好酒好菜的，不是鸿门宴吧？小少爷说笑了，我这儿有的就是好酒好菜。这几天我三番四次的请你过来，你总是躲着我，怎么着？跟我闹生分？八爷呀、啊，这不就是在前日八爷府上得罪了贵公子，这易海心里忐忑不安，就生怕八爷您怪罪。可今儿一请你就来了，这说明还没把咱们爷们儿当外人。那是那是，八爷知道这震天门呐，各种国内外的生意往来，还是要靠八爷这艘大船的。再说了，我跟八爷合作了那么多黑道上的生意，跟谁翻脸，我也不敢跟八爷您翻脸。咱俩是扯着骨头还连着筋呢。我跟八爷的关系可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啊。嘿嘿嘿，出来混嘛，不就是和气生财吗？这话说得妙，在我这儿咱们吃的就是和气酒，生财饭。来，咱爷俩干一杯。另外，板金先生从东京给我发来电文，说已经帮我联系好了东京最大的拍卖行，只等翡翠佛塔一到就马上召开拍卖会。哎呀，太好了。那板金先生有没有说预估拍价是多少钱？比我预想的多出了一倍。好事儿啊。好，放开我！走，不是我这才回来，闭嘴！你们怎么就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我靠！别走！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我说你们是不是这？崔记者，你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小旅馆里，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我认识你。你是震天门的小上爷，你们来这儿不会是要结果我吗？你误会了。你跟震天门无冤无仇，我们为什么要结果你？听说你这只笔杆子得罪了不少人，前一段时间都到上海去避风了。您不在江州这段日子里，可有不少比肩的灵力的人冒出来了。你再不回来，我们都快把你给忘了。世态炎凉，根红顶白，人情如此。现在有个猛料，不知道你敢不敢报。你要报出来的话，我包你成为大公报的第一笔杆子。猛料？嗯。知道吗？叶八爷从那个逊位的皇上身边偷了很多件大内宝贝，现在正一件一件的往外运呢。怎么样，这料够猛吧？叶八爷倒卖国宝，这可是重罪啊！不是，可是我现在这鱼怎么洗？崔记者，你看着办。我写。送崔记者回家。开车。
我收到最新消息，您一直通过张园的内贼盗取训皇从皇宫里面带出来的皇室宝物，其中有一件翡翠九重佛塔即将运往东京，准备公开拍卖，请问这件事情是否属实？又是你小子，今儿八爷来看魔术表演就是想散散心，你是吃了雄鸡豹子胆了，敢在这儿给他添堵？叶先生，请您正面回答。你让我说什么呀？哎，盗窃国宝，这么重的罪名，一般人可担当不起啊！这事可大了，啥事儿？那么，您就是否认和国宝失窃有任何关系了？可是据我所知，您可不是一般人呐！你们都是死人呐，愣着干嘛？别动！就算我偷了宫里的宝贝拿出去卖了又如何呀？啊！你才在江州城混吧，我叶振山弄死个人就像弄死个臭虫，训皇都不敢来找我，别说你一个小小的记者。哼！大爷，哟，四位这是干嘛呀？哎，你们干嘛？姓崔的得罪了八爷，算是你倒了血霉了，还敢大摇大摆的在街上走。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救命啊！啊，救命啊！再给我跑啊！你不是挺能跑的吗？大哥，你看这都文明社会了，是吧？用暴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少他娘贫嘴，我砍死你！我让你欺负人，我让你追我一条街，我让你用暴力。我，哎，大家谢。你是人是鬼啊？害你的是人，救你的是鬼。走。哎呀！哎呀！你暂时安全了。听着，我要问你几个问题。等一下。哦，那你说吧。叶振山偷国宝运往海外的线索你是从哪儿得到的？震天门的人告诉我的。震天门的人？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么机密的事？你不知道吗？这个叶振山找商议海就是为了借助震天门的海外关系来筹备那九重翡翠佛塔的拍卖会，而且啊，这个叶振山还重金聘请商议海亲自押送这个宝贝坐船到日本，这个时间呢就在两天后。既然拍卖佛塔的事是震天门和叶振山合作筹备的，那为什么上一海的人要偷偷的放风给你们？我觉着啊，其实啊，这个叶振山和上一海是面和心不和。哎，您没听说吗？前一段时间
上一海把叶老爷子的儿子给打了一顿，所以我估计啊，这个上一海啊，就是想借此机会摆叶家一道。明知道自己被人家利用，还冒这么大风险写这样的报道，你不知道得罪了叶家，很可能丢了性命吗？大侠，不瞒您说啊，前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叶八爷给得罪了，差点把小命都给丢了。这不，我到上海躲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呢，我又偷偷的回来了。您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我天生就是个写字匠，我呢不写文章不爆猛料的话，那么你还不如杀了我呢。如果我的文章不能在报纸上面报道的话，那么我的生活多没意思啊。大侠，您觉得呢？本来我想送你出去到外面躲一躲，看来现在用不着了，要走要留自己选择吧。哎，大侠，您是不是就是重出江湖的黑夜判官呢？嘿，哎呀，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你看看你们几个啊，一个个耷拉着脑袋，不就是胳膊腿受了点伤吗？人家那是留着情啊，要不然你们的小命就没了，烧高香吧。怎么样，说说吧，看清楚了没有，他是什么身手啊？八爷，那个人穿着黑斗篷，跟鬼一样会飞，出手极快，哥几个还没有反应过来就都中招了。跟鬼似的，哼，那可不就是鬼吗？在瓦砾里埋了18年的鬼又要冒头了。得了，该办的事儿你们办得很漂亮，也别白挨打，到账房每人领5块大洋，好好养伤。等过几天从日本运来的军火到了，你们可得给我好好处理。谢老爷，哥几个一定鞍前马后，不惜力。叶振山还真不怕鬼，既然已经露头了，好，那我就当一回钟馗。是是啊，何翠大角儿唱好久了，快快快快进来，走。小上爷请看。真是好东西啊。是啊，去往东京的福丸号8点开船。小上爷，这一路上舟车劳顿就要辛苦你了。八爷您不必客气，
能为八爷您走这一趟，一海也正好出去开开眼界。好，那我就以茶代酒，预祝这件东西拍卖出个好价钱，还要烦请小上爷用这些钱转购成军火，妥善运回。八爷放心，此去一定马到成功。好。八爷放心，我马上封锁全城，此事事关重大，不能有半点闪失。那就有劳小上爷了。局长，什么事儿？林探长是姗姗来迟啊，小上爷等你有段时间了，他有话想和你聊聊。啊，去吧，我回避一下。什么事儿？小谷，你得答应我，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声张。天台无望。Thank you.